笑死。宝宝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刹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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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哈哈！好，接着转，你在转那个？因为在转弯嘛。什么路啊？我瑞鸿开，瑞鸿开的吗？不是，截弯取直。好，那我现在把车子开过去。啊哈！非常好。等一下，我看中别人了。我看下次去洗，这两个给你看一下。不要。你中了吗？我说不要啊。不行、啊。我可以停下来吗？不是，怎么转弯的？你叫转弯的。刹车，转。对、欸，你要追上别人了哦，对，别人好像是落后别人一圈了。走三圈了、啊，三圈跑完之后就可以了。你不要再哦哦哦好，刹车！刹车！谢谢。不是，转弯啊！发现蛮掉线。我在呢。哎，你还是自拍的？不是哪一边哪一边？啊，你就顺顺开。顺的，顺的。什么鬼？你被别人撞了。看到你搞了一圈。哎、欸，连第一圈都还没结束。我在哪？你可以过来。你连第一圈都还没结束。我刚刚跑道在哪里、欸？你先回去赛道里面好不好？啊，过来看。我们就一档开吗？只要看到二档也还蛮难的。哦，布瑞宏。啊！你要撞到人群了。啊，有人。有啊。慢点。我们先跑完，我们先跑完第一圈好不好？他们已经完赛了。我先跑完第一圈就好了。哦，难啊！啊，怎么了？你被取消成绩了？刹车！你好不？哦，不，瑞宏，哦，你要飞出去啊！瑞宏，快点！第十九名完赛了，剩你，而且你还跑一圈，你要去哪里？哦，有人在。他在拍照、欸，这不是重点好吗？他在拍什么？先过去，按着。按着，好了，到了。你要去哪里？瑞宏要跑完第一圈了。瑞宏，你要跑完第一圈了。哎、欸。
哎，还没有第一圈呢。哦，不。让我们先回到赛道上面。等一下，怎么很好笑？不是，你不能走这边了。啊？哦，没事，你可以继续走了。什么声音？你没有踩油门吗？到底怎么做好了？下车了。你为什么？这是你乱走啊！刹车！你要慢才去转。哎呦，我没有。刹车！啊。对，我们好像有两个四个截路点，你要踩过去，你才会转一圈。哦不，让没让让我们先过去好不好？哦，黄色是非常危险的，哎，是普通危险啊！他举黄旗了，黄旗直接停下。你破纪录了，你开了六分钟了。OK， 他比我扭柏林好久了。你也扭柏林超久。哇，你撞人了。好啊，如果你想要放弃的话，你按底下中间那个。底下这个中间。啊！不是。哎，你来。哇，哎，没有撞他们呢。真不错。你要放弃了吗？